他不是逃逸的吧？不是啦，他原住民，怎么逃逸？他是原住民吗？对啦，你自己身份证号码晓不晓得？Hello， 听不懂，听不懂，你外籍的原住民，你是哪一国？威哦，哪一国？啊？日本。什么？日本。记不记得？还是有其他证件？你上去拿证，拿你的证件。不用，不要拿，哎，我不会让他上去哦，哈。他不是逃逸的吧？不是啦，他原住民，怎么逃逸？他是原住民吗？对啦。你身份证号，你晓不晓得？你自己身份证号码晓不晓得？Hello， 哎，欢迎，欢迎，易先生，对，来，谢谢，好不好？啊 ，OK， 听不懂，听不懂，你外籍的原住民，有，哎，他的查完了吗？他还没，他因为还念不出来。来，那个查完的，你上楼吧。查完的啦，你帮他拿好不好？啊，你放在哪里？身份证的啊，你放在哪？你放在里面吗？我的房间啊。你的房间，你帮他拿。